Hello, Hello， 开始了。OK， 长话短说哈，我现在是在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倩琳，然后现在呢，坐在我旁边的呢，就是我的 Cam 啊，然后他是很害羞，不敢入镜，所以现在其实我是要访问他。他是从去年的新年开始穿我们的 Aurora Socks。就是我们的袜子，所以今天我要访问他，就是阿妈。如我们讲福建话哈，说、阿妈以前是我还没问题啊，你看是真是脚痛咯，不能睡觉咯，穿这个袜子了，可能去睡了咯，很好很多了咯，这样。以前的时候嘞，我那时候我看到阿妈的时候，是因为一卡的针。然后听了，然后行路时间很快，是不是？然后路面层硬哦，然后达到爱路面层的是，况且爱路面层是别讲一头路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呀、啊，要坐一下子，坐一下子才可以起来。坐一下子才可以停起来啦，就是要坐在床上一阵子，然后才可以下床这样子啊。所以在那时候呢，然后我就看到很辛苦，他就穿了这个袜子，或者他是穿 double 的哈。大波的较长的嘛，个你要都穿一下咧，是要讲去甲规个脚甲轻松啊，甲轻松，阿妹阿妹阿妹好困啊，所以特特妹有穿啊，阿妹特特妹有穿，阿妹有穿，啊，乖啊，因为暂时呢 ，for 喂阿妈咧可以是 Aurora pants 可暂时是冇 size 啦 ，so 伊穿一只 call， 然后换了换，姐姐去帮助伊咯啊 ，so 阿妈对你来讲有虾米啊话爱荷兰嘅观众听，讲福建话 OK， 我比如讲福建话你个主人，方面，即 call 即袜子好，好，穿了卡未听，阿妹好困。然后也值得没有值得投资打值得OK， 这样我们的 live 就到这一边。其实刚才我听到我的一个表妹啊，谁叫表妹哦？阿外表妹哈、哦、哈，她的妹妹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哦。然后等她的妹妹回来的时候，我再访问她。OK， 所以我的 live 就到这一边，拜拜。